欢迎回来到这个夏天的第9堂 CCWAA 的课那么今天就是这堂课是关于Casaloma 另外一个旅游点这个周末正好我去了一下 Casaloma，拍了几个照片。然后今天的课，我就会给大家解释一下，给大家一些细节，这个 Casaloma，得不得？到底应该不应该去那边看？有什么美点和等等其他的今天我是今天主讲人 Jack Tong。就是我。好，那么，先我们就开始。首先讲一下这个门票的价格。Casaloma，是每天开门，9点半到5点，9点半早晨，开到5点钟下午。5点钟下午。那你买一个门票的话，就可以买它就是整天的门票，就要选什么时间。你买票了之后，就可以随便什么时候想去就可以去。那先说一下这个门票因为买门票的话有2个选择，你可以在网上买，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到那边之后再买这个门票。那说一下2个选择区别。那首先，我去的时候，我一开始想在网上买这个门票，但是在网上买的话，这个，但是在网上买的话，这个稍微有点复杂，这个过程不是特别简单，哎，不特别清晰，稍微有点复杂。然后我到最后这个网上买票的话，它都买不了，有些。这个网上买票的这个网站，有些误差不知道为什么，多给他们发一个短信，所以最后我想要在网上买也买不了，所以我直接到了之后再买。那么你到这个地点之后，到 Casaloma 之后再买门票的话也没关系，也不需要排很长的队能需要稍微排几分钟的队，如果有人的话，哎，在那边买。哎，只是在那边买就没关系啊。那么大连，假设这个价格首先这个成年人的价格就是最贵的，成年人是40块钱左右就是没有45块钱左右这是无税的，这是税之前所以税以后呢可能。加税之后，可能还需要，都需啊、呃、都需要更多，需要更多钱。那么老年人的65岁以上，的价格是40块钱，也是无税无税加税之前，加税以后可能就是45左右，所以蛮贵的也不便宜。那么你可能问一下，哎，上次。我给大家介绍这个 Canoe 的 APP 用这个 Canoe 能不能进入 Cas 免费进入 Casaloma 以前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最近这个 Canoe，它今年的4月17号，Casaloma，用不了了，所以以前用 Canoe 的话，可以免费进入 Casaloma，不付这门票，但现在呢，这个 Canoe 和 Casaloma 没有这个交易了，所以是刚刚才结束，就是几月前的事情，所以用 Canoe 进不了这个 Casaloma，我说大家不要用 Canoe。
以为能免费的进去，说明这个地方是个用可能用不了的一个景点蛮可惜的，那没什么办法。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阿斯洛姆地点开车要多长时间？那么我是住在 Scarborough 的。我住在 Scarborough 这个地方左右，我这个周末乘车过去的时候，大概开了40分钟，所以如果你坐的稍微有点更远的话，可能就要1个小时，也不是特别远，开车的话1个小时还行啊，还行，到那边，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停车的情况因为这个停车情况有点你有很多选择，这样子说吧，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那么我这个周末去的时候是星期天去那我不是星期六去，我是星期六去，我大概1点钟、2点钟到了吧，2点钟，他们5点钟关门去那边。大概看3个小时，你只需要3个小时，2、3个小时就够了。我在那边这个 Casaloma，我跟我爸爸走了大概3个小时。那么我的速度可能比你稍微更快一点因为它有很多走路可能需要走很长，总共走路的这个时间有很长的地方是很长的。所以，如果我走3个小时的话，那么你们可能大概，对于老年人，可能需要3、4个小时。如果想完全看这个 Casaloma 的话，想完全看到。那么我是2点钟到的这个 Casaloma，我到了之后，他们有 Casaloma 这个旁边有专门的停车场，有3个专门停车场，这个价格就是整天只有一个价格，你就付一个整天的价格20块钱，就可以随便停，那么我到的时候，这个三个停车场都满了那我第一个选择就是看一下附近这个邻居，就是附近这个，附近这个区里面。那就是小区，这个小区路上能不能停车？很多车子在这个小区的边上就可以停。如果你能找到，但是我去的时候没找到，因为都满了但如果你这个小区那个路上正好在这个 Casaloma 旁边有个小区嘛，你在这个路上如果能找到一个停车位的话，就有个地方停车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是免费而且也很近，可以直接走进去。所以这个小区就是先看一下这个小区有没有地方，然后没有的话再看这个停车场，因为停车场都是要付钱，这个小区就不需要付钱那么我说这个停车场Casaloma 停车场都满了之后给20块钱，所以我们就往下面开了一下，往下面开，那我稍微往下面过了这条路之后，过了这个 Davenport 这个路之后，我收了，不是在那个屏幕上面。有个大的红圈，在这个地方，地图上都看不见。你在网上搜的话，搜 Casaloma 附近停车场，这里都看不见。这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空间很大空间很大，就是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但正好蛮巧的，随便开，然后就找到这个附近有个地方。那这里这价格比 Casaloma 便宜，全天的话。便宜2块钱，18块钱。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正好2点钟以后的价格，只需要10块钱。那么如果我不说吗？Casaloma，你走 Casaloma 的话，走整天可能需要全部看完，可能需要3个小时左右。老年人可能需要4个小时然后他们5点钟关门。所以，如果你感觉有点赶时间的话，可能最好
啊，早点到。但我2点钟到的时候，正好看这个价格，2点钟以后，停车以后只要10块钱，我说哇，很便宜啊，凯亚松的便宜一半，在那边专门停车的位，便宜一半，所以我正好在那边，找了一个停车位，而且这个停车位也是蛮多的啊，蛮多的空间，很多那个空的停车位，就在那边停车。那这个唯一的那唯一的，我说这个停车场唯一的缺点就是停完之后你需要走到这个 Casaloma 你需要往上坡走哇，这个上坡还是蛮那个，你走的时候蛮啊。就是走这个往上坡走的话，这个坡是蛮高的，就斜度是蛮大的啊，这个往上坡走，所以从这个停车场走上去的话，可能需要5分钟左右，也不是特别远，但是说就给大家警告一下，这个坡斜度是蛮高的蛮大的，那就是唯一一个缺点。我也给大家放一个，就是现在开始看看这个照片，就是这个停车场里面。停完车之后，你付完，付完钱之后直接往上坡走，就箭头就往那边走，5分钟，然后你就可以到那个 Casaloma 那个山上面。那么停车的情况就是这样子。首先先看一下这个小区里面有没有位置。如果你幸运的话，可以找到一个。那么这个没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去这个小停车场，这个小停车场，因为它这个价格更便宜然后最后，如果这个小停车场也满的话，那么你最后的选择就是在那个 Casaloma 停车场里面停。但是 Casaloma 停车场一般会先满，因为这个 Casaloma 停车场大部分人都在那边停，所以。Casaloma 这个停车场的时间这个一般总是会没地方停，会满。好，那么就是这样。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Casaloma 的背景故事啊。Casaloma 什么时候装修的？然后是谁住的？快速介绍一下。开始之前快速介绍一下。那首先这个 Casaloma 是两个人，Sir Henry Pellet 和这个 Lady Mary 住的。那这个 Sir Henry Pellet 很厉害，他们这个就是他1911年开始装修了3年。到1914年，这个 Casaloma，他这个很有钱，他这个很有钱，因为他这个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是专门做那时候是他把就是 Niagara Falls 那个水大瀑布那个水嘛，装了是把他装了一个那个专门能把那个水的那个。一个这大瀑布下面装了一个发电器用这个大瀑布的水量，把它换成。换成了电，所以是他是花钱做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他做了各种的很多伦多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安大略亚很重要的东西，除了这个 Sir Henry Pellet 赚了很多钱他年轻的时候赚了很多钱，
很厉害，说他有这个钱花了3500万装这个 castle 300万，300万多一点，3.5百万然后呢，哎，但是遗憾的事情就是，过了几年，哎，他没钱了，他没钱了。那个政府收了很多，他收了很他装了很多东西，哎，他就是他大部分就是钱都是从电赚出来的，对吗？但是政府把电政府觉得这电都是应该是给政府的，所以他那个政府把他那个很多的那些公司都收走了。所以他最后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他就必须要搬走了这个 castle，这个 castle 嘛，要照顾的这个钱太贵了，他就搬走了。那么这个 castle 怎么办呢？这个 castle 嘛怎么办呢？那么政府就觉得决定把这个 castle 嘛，在1937年开放给开放给那个。给公共名，所以大家就可以看，然后就是这个 Castle 就这样子变成一个景点那么如果想自己，就是说一个很对，就是这个背景故事都差不多这样子。好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Castelloma 的地图。到了之后，到 Castelloma 之后，他们有四堂楼。你进门就到第一楼，然后你从第一楼可以到第二楼和第三楼。第三楼，你还有从第三楼还有个那个顶塔，还能到这个顶塔。我都解释解释。大家，那么除了第三楼，还有那个地下室，地下室，从地下室你可以走250米，到一个马房，所以有很多地方可以看，看大概3、4个小时，都是很多走路如果你不喜欢走路，那这不是你，不适合你。因为这个 Castelloma 就是全部都是要走路，哪里都是要走，走了很多路。我这个周末去的时候，看完之后我那个脚都酸了，脚稍微有点酸，所以蛮大的这个 Castelloma 是蛮大的。那么我们先讲一下第一堂楼第一堂楼是什么？第一堂楼有就是大部分就是图书馆和。客厅还有一些照片在上面。这个图书馆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图书馆，很美在这里拍照也行。第一楼对一些景点就是这个图书馆和这个大客厅。然后接下来。第一楼还有一个那个学习屋，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Sir Henry Pellet 他的这个学习屋。那这个学习屋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两个秘密的楼梯，也不是特别秘密，但是就是他们说是秘密，但是很多人都用这个楼梯嘛。就以前是秘密，现在不是特别秘密了。那这两个秘密楼梯在这个屏幕上我给大家那个圈了一下，左边那个楼梯你这个秘密楼梯都可以往用这个楼梯往上去第二楼，然后右边这个楼梯呢就是往下到地下室，这两个秘密楼梯，你不需要你不一定需要用这两个楼梯上下，除了这个楼梯以外，你可以用这个秘密楼梯，但是如果你感觉太，因为很窄嘛。所以如果你感觉
不舒服的话，有点怕，就小地方，你可以直接用那个大楼梯，再看这个地图的话，用这个大楼梯也没关系，也行，这次大地图上面，有个大楼梯，用那个大楼梯就可以，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圈一下，就这里，对，就这样子。OK，是这样子，对对对，出来，这个 Zoom 画一下对，就这里，这里就是，大楼梯就在这里，大部分人就可能就喜欢用那个楼梯。然后那个秘密楼梯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好，那就是第一楼，一楼，第一楼。好，那么我们第二楼呢？我讲一下。第二楼就是大部分都是卧室和一些房间啊。那你有两个卧室一个是就是 Lady Mary Pellet，还有另外一个卧室就是 Sir Henry Pellet。那说首先先讲一下这个 Lady Mary Pellet 这个卧室，Lady Mary Pellet 卧室比它的那个Sir Henry Pellet 比它的更大其实比它更大。这个卧室里面你进了它卧室里面，可以看到它那个床所有的东西。那卫生间，也可以看到它卫生间，或者卫生间，也很大。然后呢，它的卧室，可以从它的卧室去外面到一个，从它的卧室，从它的卧室，有个地方能。去外面看那个阳台，到阳台外面，然后这个阳台呢就可以看那个后院的风景，所以它这个卧室蛮特殊的，可以直接从卧室有个专门的阳台它那个 Sir Henry 的卧室不行，就是他的卧室呢可以去外面，阳台就在这里，就是这个阳台。然后那个秘密楼梯，我也给大家圈了，就在这个地方。你上来就可以去他卧室和Sir Henry 的卧室。好，那么接下来讲一下那个 Sir Henry 的卧室他的卧室，那个比他的那个。他的卧室比他的妻子稍微小一点，但是也是的，也很大，可以看到他那个卫生间，然后他卧室里面还有个是老虎皮在地上，还有个老虎皮，这个老虎皮是真的呢还是假的？想知道。就必须要自己去那边，自己去看。我不会告诉大家这个老虎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自己去那边看，才能知道。好，那就是 Sir Henry，他的卧室，第二楼，在第二楼上。我还忘记给大家讲了一下，你在这个第二楼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演员，这些演员是。专门穿这个衣服穿鞋，穿那个，穿这个服装，专门看，穿像这个 Lady Mary 和 Sir Henry 一样，然后正好我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演员，这个专门演员，就是那个我看到那个 Lady Mary。
在他那个卧室里面走路，然后你可以问一下，你可以跟他讲话，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然后跟他也可以跟他拍照啊。他就有，后面还有专门的演员，我感觉蛮好玩的。说一下，穿的专门的服装，穿的像正好在那个就那样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三楼第三楼从第二楼到第三楼的话，有个专门楼梯，在这个地图上能看到吗？我应该很简单找到啊，这里不确定在哪里，但是到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楼梯。好啊，那么第三楼第三楼的话，大部分的第三楼都是博物馆很多一些，很多古董那时间的古董还有呢，这个第三楼，在这个专门这个房间里面，名字叫 Osborne Room，它还有个超级真的一个这个 Sir Henry Pell 的这个。超级真的一个雕像雕像在照片里可能看起来你可以很清楚看一下是假的，但你去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去的话，然后用眼睛看这个雕像真的看起来像个真的人一样看起来真的像一个人一样所以能到那个房间里面看这个第三楼就是大部分。如果对博物馆有兴趣的话，看那些美术，那么这里就是就在第三楼上面。我的这个过程，我去的过程就是第一楼到第二楼到第三楼，然后最后看完之后，我再往然后去了那个花园，花园最后看的就是地下室，这是我的过程。哎，你也不需要跟着这样子，你也可以先去地下室，然后再去花园，然后再从第一楼到第二楼到第三楼，哎也，哎就随便你。但我感觉这个过程蛮好的，就是往上往下。好，那么第三楼就这样子每个房间都就是博物馆和古董和这些东西，但第三楼有个。特点就是，这里呢，看这个屏幕，这个404和401，有这个两个楼梯，有这个两个小的楼梯。那这个楼梯你往上的话，哎，你就可以上这个。如果你上这个楼梯的话，你就能到那个。这个。各楼，这个阁楼，这个阁楼，在这个阁楼里面呢，它有个专门的房间。哎，这个房间你可能需要排队每次去的时候都需要排一会儿队。但你排队以后，你排到队以后，你可以爬这个小楼梯，哎，到这个楼梯里面。就超级小的这个楼梯，爬到那个塔最高的那一点，那个一个地方，就是爬到那个就爬到那个爬到那个顶塔的部分。所以，我感觉，我建议大家都试验一下，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排一会儿队我在那边排了，可能需要排，十分钟左右的队。看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等这个顶塔，十分钟20分钟左右所以，
如果有时间的话，如果给大家能等一会儿，因为这个顶塔这个风景很美，能看得很远。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顶塔到底能看到什么？那顶塔上面我拍了一些照片，大家看。那首先在顶塔上面，你爬到上面之后，你就从这里出来，就从这个小屋上面出来。那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拍照。你有没有时间内，你可以在上面想要留的更长一点也行。如果你要就快速看一下，然后再下去，你随便，都是自己选择。那这个顶塔上面，你可以看到那个后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Castle Loma 的屋顶。除了这以外，你还能看到个 CN Tower，CN Tower 都可以看到。因为你这个顶塔，对，它这个风景超级好，就是这个 Castle Loma 最高点。好，那么就必须得要从这个3楼上去。那么这就是第3楼。那么这些看完之后，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后院，户外和这个花园就是它有一个花园，也有个在这个户外的花园也有个。有个喷泉，OK，好，那么解释一下给大家。那这个花园呢？不是这里，这只是这个后院花园在这个从这里进去的那个花园的门口是在这里花园是4点半会关的所以这个 Castle Loma 5点钟关门，但是花园会。稍微早一点关门，半个小时之前关门。所以你可能想要先看一下这个花园吧。那这个花园，往下走的话，也会有些楼梯，需要爬一些楼梯。但在这个花园里面有很多不同种这个花瓶，有很多花。有很多植物美丽的植物，也有很多地方你可以拍照你看，在这个楼梯上面也可以拍照，在这里也可以拍一些很好看的一些照片。所以如果想在外户外拍照的话，在这个花园里面是个很好的地点。好，那就是这个户外。那么最后呢，就是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地下室有一些不一样的房间首先我都没有说我还没说食物的情况，你不能从外面带食物进来那你可以带水，但是你除了水以外，你可能其他东西带不了对，你从外面带不了食物进来，饮料、其他东西等等。所以你饿的话，你有2个选择，就可以第一就是在这个地下室这边买一些食物。可是这里我自己没有买这买，我自己没有从这里买食物，因为我知道这里肯定很贵，很贵可以在这里专门买食物。但我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先吃午饭，然后再过来，所以他5点钟关门嘛，说你可以11点钟、11点半吃完午饭，然后12点钟出发然后1点钟左右到，这样子给你大概4个小时的时间1点钟到5点钟，4个小时时间，就可以看这个 Castle Loma。所以最好呢，就是建议大家就下午过来，1点钟左右过来，1点钟左右到。我感觉这是最好的时间，12点钟到1点钟
因为这样子你就不需要在外面，你不会饿饿的话，你不特别，你可以去外看完这个卡斯诺姆之后，就可以去外面吃晚饭。如果你很多人，如果他9点钟9点半开门，但是如果你9点半到的话，10点半到的话，哎，你就肯定会在那边走的时候肯定会饿，就不合算，就需要花更多钱，已经很贵了50块钱的门票。好，那就是一个咖啡这里有个餐馆除餐馆以外，它还有个专门的电影院。这电影院的就是拍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就是解释，这个 Castellum 的，就是解释这个 Castellum 的这个历史，这个历史 Castellum 的历史。解释这个 Sir Henry Pellet 的生活和他的那个Sir Mary Lady Mary 的生活，就可以看。我这个电影大概可能10、20分钟，能20分钟吧。讲的蛮好的，但是是英文讲的，用英文讲的你看，我感觉讲的蛮好。如果不懂英文的话，那么可能会有点难度。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如果你能听得懂英文的话，我感觉，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电影，因为他讲的这个是故事，这个历史讲的蛮清晰的，蛮多细节的。好，那么在这个地下室，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gift shop 礼物店，可以在那里面买一些东西。那么你这个地下室看完之后，你可以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就是走到那个一个四百，不是400米，250米的一个，250米吗？对，250米，OK。你可以走到这个一个250米的这个。250米的通道，你走到底之后，你就会到最后这个地方，就是马房，这个马房还有就是你刚从这边。OK，如果你觉得想走这个距离的话，你是从这里走，好，然后你走完之后，你就会到，你就会到这里，这是马房，画的有点乱，这马房就在这里，那除了马房，它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但它还有一个，对，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还有个蜡像馆在这边有个蜡像馆，就是演员，就是有名的演员的蜡像馆都不是。跟这个 Castellum 没什么关系，但是好，有作用啊。有个蜡像馆，感觉蛮有趣的。好，那么蜡像馆除蜡像馆呢，还有个专门有个车有个车库这车库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古董的车。然后就差不多就到这里马房、蜡像馆、车库好，那就是我建议大家全部看完之后，最后来这里最后来这里，因为这个蜡像馆这个，怎么说它的这个蜡像馆呢？
做的一般般嘛，它这个质量啊一般般。嗯，跟这个演员的脸，他们做的我，你到那边就可以看到，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他的脸呢，他们做的这个水平还行还行啊，不是特别真啊。你想看最真的就是在第二楼啊，不说了吗？有那个 Henry Pellet。他的那个蜡像啊，是超级真的。但这个专门的蜡像馆在这下面，他的蜡像就是一般般啊。所以啊，最后看这个，不要来首先看这个啊。好，那么就是最后的地方。我们就到这里。那么今天的课今天的这个旅游岛就到这里，这四楼那么结束之前，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快速总结一下。那首先就是它是9点半开门，最好时间到的话，我感觉最好时间到就是吃完午饭之后1点钟左右到这里，到这里就在不需要在网上买票，就在这里买票。买完票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的走，享受这些古董的地风景，这个 Casa Loma。用 canoe 的话，它用不了，因为它那个跟这个 Casa Loma 的已经结束了，所以必须要付钱。但不知道可能以后可能还会重新开始一个。不知道以后可能，又能用得了，但是现在目前用 canoe 的话用不了，所以要先需要这样子告诉大家。好，那么除了那以外就没什么了我们就看到底了。我大部分99%都给大家介绍过解释过。卡斯罗马，划不划算？感觉还是蛮划算的。如果你没去过的话，是个蛮特殊的经验，因为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就是古典的这些房间，哎，也是个 castle，哎，这个 castle，也蛮美的，他们做的蛮好的。哦，我也忘记说了，它这个 castle，你走的时候，它总是会有音乐，它有特殊的一个音乐，它有像那个，以前的，旧音乐，所以那个也是蛮有趣的啊。好，那么如果没有什么，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现在问。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听到。